得了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妹，我现在就过来，在我家里面摘一点百香果，用来做汤圆。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吃过这样百香果的汤圆呢？这里掉了一个，都是熟透的，掉下来的，还可以吃的。刚摘了几个，也够用了。现在我做这个汤圆，首先这个是糯米粉，调这个糯米粉的时候要用这个开水来调，倒的时候不要一次性倒完啊，慢慢的调开。就给它这样，不要调的这么油。我就要把百香果挖进去，放这么多个就够了，再加点白糖，就这样搅拌均匀。这很难搅了，我要把手清洗干净，要用手来。现在这个湿了，我就要加点粉进来，调到合适为止。这里水开了，一个个的这样，它浮上来的话就是熟了，就这样搓成一个肉圆这么大就可以了。这都浮上来了，浮上来的就是它熟了。现在这边就煮一点糖水，这个是冰糖，冰糖比较清甜。煮溶掉了就可以了，全部熟了。得了，我就把它摇上来。这个就是我今天做的百香果汤圆，我来尝试一下。这个就是我刚才做的那个冰糖水。口感不错。吃起来这个汤圆是酸酸甜甜的，而且加这个冰糖水味道更加不错，很清甜，还有这个果香的那个甜的味道。大家如果喜欢吃这个百香果汤圆的话，就跟着小妹的视频来做，有什么好的建议和题材记得留言给小妹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咁係咁係啊，歪歪啊，要聽嘛，要歪歪啊，嗯。